来自英国学龄前电视动画《粉红猪小妹》，暑假期间将进驻高雄梦时代抢攻小朋友市场，以园游会为主题，占地约400坪，提供三大空间。哇哦，好可爱哦！猪爸爸、猪妈妈、佩佩猪和弟弟乔治在家中等你耶，还有佩佩和乔治的房间、欢乐客厅、料理厨房都有可爱的超巨型公仔，让大小朋友拍照打卡。而游戏区则有四款小游戏让您闯关，跟同伴一起比赛投球，或者比谁最快让小恐龙回到家，谁最会钓小鸭，帮忙翻牌子，让佩佩和乔治能穿搭正确的衣服。还有体力的话，可以到球池疯狂玩乐，现场还有跟卡通1:1大的恐龙气垫跳床，让你开心弹跳。若想要好好休息，这里有全台独家首创的佩佩猪多媒体画画教室，只要利用蜡笔画好自己喜欢的图腾，哥哥姐姐们就帮你扫描投影到荧幕上，就可以看到亲手画的卡通陪你玩乐咯。还有积木教室可以让你搭建佩佩的家，动力沙手作教室让你利用小道具玩粘土，你看可爱的佩佩猪模型都简单完成了，就连大朋友也忍不住想玩呢。现场也将贩售独家商品，像泡泡气球，独家推出了特特包、颈枕、背包，还有气球。